大家好啊，呃，朝鲜今天啊，这个十月十号凌晨一点啊，在平壤举行了这个朝鲜劳动党啊七十五周年的这个阅兵仪式啊，啊、呃，非常奇怪，凌晨一点举行啊。那这个事儿呢已经被证实了啊，而且视频都有了。朝鲜方面在晚上七点多钟啊，在他的新闻上播放了画面，我把这个视频放下方，有兴趣可以看看。 金正恩呢，穿灰西装啊出席，然后讲话，讲话途中还哭了啊，真的哭了，流眼泪了。嗯、呃，说朝鲜没有一个人得新冠啊，没有一个人确诊新冠。这话呢，你自己理解啊。我今天谈谈我自己的看法，就朝鲜今天凌晨阅兵啊，这个架势非常足啊，而且是展示了很多新型的导弹啊。嗯、呃，有洲际的啊，有一枚可以打到美国了啊。 但是数量有限，所以美国并不担心。呃，那他这次军演啊，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给韩国、给文在寅方面看的啊。现在韩国呢，呃，跟美日的关系啊，并不像以前那么热乎。就韩国比较特殊，现在情况主要这个文在寅。文在寅是之前呢和美国啊一起和朝鲜改善关系，但是都没有得到成果，所以呢，朝鲜也炸了这个金刚山的这个双方那个大楼。 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给炸了，那也就是一直在给文在寅施压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说，给韩国后方向施压，也就是给美国施压啊。要求什么呢？要求美国和韩国宣布朝鲜战争结束，就是双方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你得宣布结束，因为现在你得知道朝鲜最朝鲜他的这个逻辑是什么，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，就是你得承认我。 我造原子弹造出来，为了安全，目的是啥？周边国家都得承认我。就一个国家，你得知道金正恩要什么，你才能知道他他这些动作是目的，他要什么？他要国际上承认，特别是国际上的老大美国承认我。你现在跟我还是叫什么协议？叫停战协议呢？就说白了，还得打。你还不承认我这个政权，那我能稳定吗？我朝鲜能改革开放吗？我朝鲜能发展经济吗？ 天天得想着怎么跟你打仗啊！你这跟我还是停战状态，所以朝鲜要的是跟美国的停战，啊，签和平协议，至少你美国得承认我这个政权，是吧？你承认我，给我派大使，这是朝鲜要的。不像朝大家想的，朝鲜就要要要跟美国撕破脸，要跟美国什么玩命干。金正恩，包括之前的金日成啊，金正日啊。 目的都是让什么？让世界第一的经济体承认我，承认我这个政权。所以你懂了金正恩的这个逻辑，你就知道了啊。那金正恩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其实也是逼着美国要承认我啊。所有一切，他的目的都是希望，哎，我这个成为一个正常国家。韩国如果得到美国的承认啊，朝鲜战争结束，说明美国承认朝鲜半岛啊，已经分裂成啊，正式已经分裂。 呃，成为国际体系公认的一个事实了。那对于没有核武器的这个韩国啊，它是它是可以接受的啊。韩国没有核武器，它受美国保护。那如果分裂状态，对吧？正式承认是分裂状态，那韩国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嗯、呃，那朝鲜呢，其实是不能同意的啊，不能同意，因为大家知道啊，韩国现在国际上虽然很多国家跟韩国有建交，承认韩国。 但是韩国是没有签署跟朝鲜签署停战协议的。你要记住啊，朝鲜半岛你得理解它现在是什么状态。就国际上现在看似好像认可这个韩国政府，但是唯一的不认可朝韩国政府的是谁呀、啊？是朝鲜，因为双方还没有签立签立那什么，哎，真正的和平协议，签的是停战协议，就战争还在继续。说白了是内战，就朝鲜这个政权不承认韩国，甚至。 没有跟他建交嘛，就不承认你的韩国政府。那国际上承认韩国，韩国当然很高兴啊，对吧？你国际上只要承认了，就成事实了。你朝鲜最后也得承认我，那就结束了朝鲜半岛这个是吧？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嘛。那韩国是非常高兴的，就是说美国得承认朝鲜战争结束。现在美国绝对不能承认朝鲜战争结束，所以一直也不承认。 你得知道美国和朝鲜在谈什么？他们在谈这个朝鲜战争结束这个事儿，是吧？一直也不承认美国，那不承认朝鲜战争结束，韩国和朝鲜都不能什么签署和平协议，还是打战时状态，那就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地方嘛。就刚才讲的，是吧？美国也不可能承认朝鲜，是吧？朝鲜也不可能承认韩国，而韩国在美国的保护下，成为美国的一个半殖民地，然后跟全世界可以有交往。 但是唯独朝鲜就不跟他交往，不承认他，两边没有大使。那你说这个朝鲜半岛是正常状态吗？不是正常状态。既然不是正常状态，金正恩还有这个文在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恢复到正常状态。要不然两种结果，要不然咱们两个国家各自是吧？不是一个国家独立，然后互派大使，明白吧？互派大使，互相派大使，你就互相承认，然后就正常化，对吧？国土。 面积都画下来，边界画好了，然后就正常守护着边界，就跟个两个国家正常过一样，对吧？咱就不是一个国家就完了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呢，要么南边统一北边，要北边统一南边，最后还是同同一个国家，哎，这也是正常状态。但是现在是一种非正常状态，双方呢都不能互相承认，啊，韩国是归美国管，然后呢，国际上有些国家承认韩国。 中国也是九十年代才承认韩国的嘛，对吧？但是韩朝鲜肯定不承认，那这就是朝鲜半岛的一个症结。现在美国控制这个钥匙啊，美国想不想承认？那韩国没有核武器，朝鲜拥有了核武器，朝鲜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绝对不会同意。就是你韩国现在就跟我可以平起平坐，你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了，那我造核武器干嘛呀？听懂没有？我是拥有核武器的，我。 我当年没有核武器都，我都不能让你独立。你现在是吧？在我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，你想独立不可能。那朝鲜绝对不能同意啊，而朝韩国是同意的，韩国非常希望的啊。那韩国现在从人均 GDP 啊，经济也好，远超朝鲜，他现在根本就把韩朝鲜当放在眼里嘛。我就是发达国家是吧？我独不独立跟你朝鲜没关系。那你看朝鲜就是不承认他这个韩国。 那说什么？说白了，两边还得打，啊，战争状态没有结束。那金正恩他这个，其实金正恩这一届的朝鲜啊，这领导人最终的目的就是：一，解决朝鲜安全问题；二，解决半岛问题。这半岛问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两点：要么咱就双方互相承认，然后各自独立，你是一个国家，我是一个国家，然后签和平协议，就各自独立嘛；要不然什么？要么你统一我，要么我统一你。 哎，朝鲜肯定是想统一韩国。这就是朝鲜现在这个半岛啊，这个问题的核心。什么叫朝鲜半岛问题？这就是朝鲜半岛问题，而钥匙都掌握在美国手里。你看，美国它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啊，怎么跟我交往？这个是地缘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他们两个合并啊，不希望达到一种什么呃正常国家状态。 韩国的要求是实现啊、呃，实现这个现状的维持和平啊。朝鲜呢，其实是要求统一的，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，它绝对不能允许你韩国成为独立状态，跟我平起平坐，你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，朝鲜是不希望的啊。那你看，双方就有矛盾了。但是现在双方都没有能力统一对方，朝鲜绝对不能同意两边就是各自独立，对吧？韩国现在。 嗯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我觉得韩国有，但是韩国呢，对吧？他是非常希望，但是他这个不掌握自己的手里，朝鲜是绝对不能同意的，所以双方就正常状态不能达到，因为你得双方来谈嘛，和平协议，朝鲜肯定不会签。那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呢？对吧？就是要么北边统一南边，要么南边统一北边。而现在双方都没有这个能力，北边朝鲜又穷。 他虽然有核武器，他也没能力南下统一韩国，有美国保护嘛。韩韩国又也又没也,也没有能力北上啊，把整个朝鲜收回来。人家有核武器，那朝鲜半岛现在这个尴尬的位置，你说尴不尴尬？都不能成为正常国家，都不能成为一个什么能被国际上接受的、被承认的国家。那朝鲜更是啊，对不对？朝鲜现在也是这个状态。 朝鲜和韩国是正常关系吗？没有互派大使，双方都不互相承认。说白了，还是没有统一状态嘛。你得明白朝鲜和韩国，它这个状态，咱们看似好像是俩国家把它分开了，但在韩国和朝鲜，特别朝鲜人看来，那韩国就是我的国土啊，对吧？他并没有觉得他们是不同的国家，他们认为是同一个国家。嗯，所以现在结果就是韩国和朝鲜都在讨好美国。 其实都在讨好美国，金正恩也在讨好美国，在配合着川普啊，之前作秀啊，过三八线呀、啊。韩国那个文在寅更是啊，也是在这个作秀啊，也是在讨好着美国。所以你看啊，美国其实才是朝鲜半岛上的指挥棒，美国才是。中国只能是在鸭绿江这边看热闹，咱们中国是看热闹，俄罗斯是没有心无力，所以美国才是朝鲜半岛真正的主人。 真正的什么指挥棒啊，指挥这个交响乐，看你怎么演奏，所以都得看美国。所以我今天给你讲透了吧，这个朝鲜半岛问题核心是什么？核心就是啊统一的问题，要么北边统一南边，要么南边统一北边，啊恢复正常国家。那最后谁拍板？美国说了算。